本期讲解一个快手引流创业笔记啊，创业笔记玩法，浏览量过百万啊，互联网上做任何事业，引流是最重要的事情啊。引流的话，引流的好，流量够多，赚钱就肯定够多。快手有1亿用户啊，70%是互联网上优质用户啊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粉丝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项目的操作教程啊，还有这个软件，还有这个网页版的教程，还有素材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快手引流，或者是创业笔记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